王一博最适合蓝湛。看到罗云熙版蓝湛后，与肖战搭档颜值更爆棚，今年爆款一部接着一部，但要说居于榜首的就属由肖战王一博主演电视剧《陈情令》了。相比肖战从路透开始就备受称赞，王一博在得到大家认可的道理上有些坎坷，先是吐槽造型，再到演技质疑，但最后也凭着自己的努力也彻底逆袭，完美诠释蓝忘机，与肖战饰演的魏无羡站在一起，罗云熙也没有丝毫的违和感，两人同框让人莫名的有感觉，非常的搭了，简直是颜值爆棚。肖战罗云熙不愧是入选古装美男之一的人了。而如果王一博换成罗云熙出演蓝忘机一角的话，那么电视剧《陈情令》可能会比现在更加火爆，因为罗云熙光是造型上就已经完胜王一博了，且有着精湛演技的他肯定能够诠释出大家心目中的蓝忘机，想必与实力派演员的肖战搭档也会收获颇多。